最后再来看看这个棺材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，打开来看看。我勒个去，脚踩祥云，凌空抬棺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黑人抬棺了，这分明就是黑人抬棺的升级版，黑人大仙。嗯，花里胡哨的，这丧葬业也开始内卷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能偷懒绝不勤快的阿阳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全都是梗的国人模组，世间的梗。我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某种恶臭之力正在朝着我们靠近。首先呢是这个核饮料，这一看就是隔壁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霓虹人搞出的饮品。来，阿阳蹲一波给大家开开眼。你说开眼就开眼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点个赞好吧。点啦。好嘞，我这就蹲蹲蹲一波。妈呀，凋零和饥饿的效果并存，令我疼痛难忍，附带的瞬间治疗效果让我想死都难，这个饮料真的是太阴间了，受不了了。我看到这个饮料边上还有一桶绿色的核废料，不然你跳进去看看啥效果。哇，这个绿油油的东西看上去有点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观众们肯点关注，我这就表演一波核废料洗澡。哎呀，我早点了。 OK， 我跳。我去，两眼一黑，屏幕扭曲，身体被辐射给灼烧，这个核废料的威力已经恐怖如斯。阿阳，醋，死因在岩浆里游泳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核废料是用岩浆改的。接下来是这个华强卖瓜的梗。老板，这瓜甜吗？啥？你在和谁讨价还价？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啊？这叫一句话反杀热门梗。然后是最近热门的一个鸡汤梗。啊，鸡汤来了，兄弟们！别装了，直接干了吧！大家都知道这汤里面有毒。切，干就干，谁怕谁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看啥事没有吧。哦，阿哲，你居然没下毒。因为我算到了会有这一出。不过真的毒鸡汤里面下了河豚粉，喝下去必死无疑。最后再来看看这个棺材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，打开来看看。我勒个去，脚踩祥云，凌空抬棺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黑人抬棺了，这分明就是黑人抬棺的升级版，黑人大仙。嗯，花里胡哨的，这丧葬业也开始内卷了吗？不过这个大仙的伤害很高啊，两下就把我给秒了，但是我们黑人手杖的伤害也不是盖的，愉快送走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世间的梗下载来玩。除了视频中提到的这个模组里还有诸如蜜雪冰城、零元购等年度知名热梗，大家都蛮有意思的，非常值得一玩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，八八六。